走啦，去聚餐。我的小毛驴在哪儿呢？我小毛驴在楼下呢。好，我的小毛驴在这儿。来呀，快点上车呀！我还得亲自接上他们四个大神，四位大神，我得亲自接。你看我这老板当的，真好。哎，小心坐到了。没事，坐到。你看看。占据了这么大的一个包房，那吃饭都要打车来吗？吃饭都要。好，吃肉选手一，吃肉选手二，吃肉选手三，吃肉选手四，我负责买单。谢谢。吃饭怎么能没有酒呢？快点，我的酒呢？拿过来给我喝。没有酒的饭是没有灵魂的，你懂不啦？来了。来吧，你的最爱。来吧。我跟你说，这酒真的好香呢！你来，咱们喝一杯吧。就一杯了吗？就这样啊，那就意思一下吧，碰一下嘛。来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我祝我的员工新年快乐，大家去年一年辛苦了啊！啊，你们都收到了吧？钱就不用发了啊！还说我爱喝酒，你看看就他一直催喝吧。哎呀，没什么辣味吧？没什么辣味啊，很好喝，很香哦。咱们要点餐吗？哎，对。哎，我们没点餐的是吗？对。哎呀，我们都已经喝上了，还没点餐呢，这什么操作呀？天哪！我们不点了，就吃完这些就行了。什么肉？牛膈膜肉。哎，把这两块剩肉吃了。干。来。呵，这还能干一点。没有酒气。酒气。你那叫吹气儿，看着什么叫酒气？品酒气。不是，我是从嘴要从鼻子里出来。我是从嘴出来，还是从鼻子里出来？喝完酒一定不要吃菜，因为会把酒香给搞没了的，懂吗？就是上了点小菜，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。蠢蛋，快来一个蠢蛋！哎呀，你看蠢蛋的加入。哎呀，你看。我能。哎呀，你看俩蠢蛋。成功！哎呀，吃到嘴里了。